游戏中所有出现的名字、角色以及啊事件均为虚构。有没有？鬼父旨在通过恐怖向大家介绍印尼文化的一部分，这不是典型的恐怖游戏，啥意思？是说不恐怖的意思吗？语言，哎、欸，啊，对啊，动态模糊就不要了啦，好不好？画面都有抓到啊，是不是？哎、欸，为什么我的背景 ？Hello，Hello， 我的背景那也安呢？恐怖中常有恐怖，是这回事吗？等一下，我看一下为什么我的。视讯呢？背景变咖呢？难道是这款游戏的恐怖之处吗？哦，好恐惧哦！我跟着都恐惧起来了。让我恐惧一下，觉得是颜色不对耶。看一下哦，回来。哦，好像有好一点了。哇、哦，这样有好一点了。OK， 好了，哦，有好一点了。可以拍减肥日记，拍减肥日记，那必须要有摄影师啊，是吧？这个摄影师是不是需要人帮忙？什么东西？为什么一进来就直接这样子啊？嗯，这是我家吗？门？什么都没有讲，我就突然在这里面是怎样啊？这我家后花园啊。老头，你敢冥婚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欸，我不知道。哎、欸，啊 ？WASD 进行移动，移动13柱虚无的可以往前跑啊，按 R 可以打开道具物品栏。它这个游戏好像有分4个章节，然后我是买它的季票吧，就是说它之后更新新的章节的时候，我可以直接玩，然后就不用再去购买这样子哦。他目前就是好像印尼的都市传说吧，民间恐怖传说有4种，然后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出第二种，他现在出到第几种不知道啊。我现在玩的就是他最早的版本吧。然后说按 R 可以开启道具栏，啊，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啊。哎，声音会不会太小声啊？我拉近一点好了。这游戏很恐怖吗？我怎么知道啊？我才刚玩而已耶。然后呢？按住滑鼠左键物品进行互动，按住滑鼠右键可以对物品进行评论或者是话语的选择。只有部分特定物品可以进行评论，而且只能评论一次。为什么？右键，选项不同会影响吗？有人在家吗？这个房间似乎最近一直空着。根本打不开啊，窗很小。咦？不行啊！啊，是随便啦。啊，这个嘞？哦，打扰了，对不起。嘿嘿嘿，我要从这边出去了。哇塞，这到底是哪里啊？他什么都没有讲嘞，他就是直接跟你讲说，哎、欸，我在这里哦，欢迎来这边探索。幽灵板报上罗列的都是你调查的结果，触发新的结局后，板报上会新增一些内容。这就是我这个避难所的概念，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上面刚好就4个贴纸，有、欸、没有？四个东西，就好像是4个都市传说故事这样子。哎、欸，这是什么？这可以看吗？干，不能拉近。然后呢？使用电脑可以访问邮件进入鬼父的游戏，查看当前所有解锁的结局。所以说我还没有进入游戏啊，我以为我已经进入游戏了呢。原来这只是前导哦。关门啊，哥哥。哎、欸，对，乖，他这关门方式跟我之前玩的那个面容好像哦。老头玩冷笑，什么叫玩冷笑？好哦。查看杂志，
他没有中，翻译成中文，哇，还可以这样翻译哦。的确有幽灵存在，那个是灵吗？那个字怎么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字体怪怪的。他们正在看着我们。还有这什么？查看？我看啦、啊。哎、欸，对。啊，这就不能翻译了。哦，我们应该是要直接碰那台电脑吧？冷笑大挑战啊，不是啊，冷笑大挑战的话，你总不能要我自己找吧？对不对？我自己找就代表我已经看过了，那我看过的话，我要怎么冷笑呢？这种东西是不是需要透过一些人寄 email 给我，然后我才有办法挑战的东西，对不对？制作的这个方式，对不对？难道我要用演的吗？哦，好好笑哦，这样子，这个就要靠你们了。然后我们那个 email 下面，那个影片下方有 email 有没有？欢迎你们寄一些很搞笑的影片给我，我就可以拍冷笑大作战了。交给你们了。然后这好像是什么网站，是不是？感觉就像是脸书或者是 Line 之类的东西，什么印尼游戏开始我很兴奋，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游戏很烂。我的意思是，我在里面根本没有体验到一点印尼的感觉。作为一个印尼人，我感到很失望。也许你应该做个调查之类，拜托了，它一点都不像印尼游戏，请让它展示印尼文化，它的具有巨大的潜力。奇怪，这是评论是 Steam 上的评论，还是只是单纯游戏里面的啊？他们写什么？恐怖故事，白衣鬼妇。我之前忙于处理其他事务，邮件下方是我朋友的故事。这个结局文档，我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进入游戏哦。一个念故事的方式，欸，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个男人决定回老家将房子卖了，因为他急需一笔钱。房子无人居住，闲置已经有1年之久，一切看似平常，但似乎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游戏中的选项会导致不同结局，一切掌握在你手中。第一页。可以小声一点吗？有点大声。杰卡先生，伊布塞哈，阿巴波莱。让买房子来看房子的吗？印尼的配音呢？看我房子这么恶烂，阴森，还敢卖给别人？好，要翻新啊，要翻新啊！3、4天啊，女士，你在那边给我唧唧歪歪，我就揍你！翻新的时间点，翻新多久，我还要告诉你吗？怎么突然就有声音在，就有人在讲话啊？刚刚有一个女生在我的右耳边讲“假咖”，她很喜欢吃脚，是不是？逃离。哦，我没有钥匙，出售房屋，明天再来。可恶，这些都不能做。啪，不行，太高了。啊，我的行李在哪里？假咖。假咖！印尼最好是有什么可怕？拖鞋？谁的蓝白拖？没有，这是绿白拖。桑娜拉？是吗？我看错吗？Serena，我用。
成全换取你的礼物。这是爸爸的，哦，这是爸爸的烟灰缸，行李。我们要把老家卖掉，还要翻修。我把房子卖掉，准备的事情全部都写下来了，代办清单。没有电了，所以房子里面一片漆黑。拿到死亡证明，就我家人挂这样子，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要卖掉，是不是？拿到房契，拿到继承证据文件，制作销售告示牌，平面图，爸爸的房间。储藏室、厨房、我的房间、姐姐的房间、浴室，这是玄关、客厅、客厅与餐厅。我可以带在身上吗？不行，算了，把这拿到身上好了。还有笔，笔也拿在身上。奇怪的杂志，游荡的灵魂。刚有人在敲门，对不对？那敲三小。每日新闻，哎呦，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这玩意恐怖游戏，谁寄信给我啊？没事，老婆老头老了没有老婆？你知道这游戏有近20种结局，真的假的啊？一个游戏做20个结局，到底是要做心酸的，是不是？我觉得两三个差不多了，做20个结局，你是要搞死谁啊？亲爱的妻子，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但我知道距离无法阻止我们的心灵。卡林老师，这个字是要看什么啊？亲爱的，你好吗？我很抱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陪你在身边。我期盼你，哦，我可以往前拉，不好意思，好，可以放大，可以，我期盼你，这什么？和我们的小家伙永远健康。2个月后我就会回来，很快就会见到我们可爱的小家伙，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到时候我们三个就能团聚了。你的丈夫，这是我写的信吗？奇怪，我不是回老家。死亡证明，登记处国籍死亡证明。一位出生于爪哇岛民为大当桑纳拉，就刚刚那个拖鞋桑纳拉的人，于1998年9月18日在爪哇岛哦。他只能这样看哦，这个证明我要拿嘛，对不对？死亡证明拿走，照片，哎呦，刚好有烂了，尼登，这什么字啊？祖父的房子，好的，哎，奇怪，我刚刚不是在室外吗？啊，为什么我开完行李箱，我整个就在房子里面？我现在发现我在房子里面，房契也要拿吗？证书所有权拿了，林北要把房子卖掉，少跟我啰里七八嗦。是的啦的。已经很晚了，装饰品可以把它丢地上，他这边好多物品都可以捡哦，相片集。哎，可以打开哎！斯巴拉西，啊，对，我没有电嘛，对不对？等下，这是钥匙是门钥匙，日期还停留在2年前，所以说这个房子已经2年前是空屋了，是不是？继承证明文件这个也要带嘛？他继承给谁？我看一下。继承给我是这里的死者继承讯息。
桑拉拉的继承人之选部已故大当桑拉拉，这我爸爸吧，对不对？然后我杰卡就是继承嘛，无意没有任何意义嘛，对不对？Kenapa ibu punya banyak sekali 为什么gunting？要这么多剪刀？丢掉！不要让你拿剪刀敲我。点亮，难得我可以带在身上吗？哦，亮多了，亮多了，复位。我，哦，这是我杰卡桑娜娜，是呀，35个结局，别闹了，哥哥，我觉得我能破5个就是极限了吧？这个游戏做那么多结局，意义何在啊？啊，就单纯就四五个结局，我觉得就已经很满了。你做那么多结局是可以干嘛？曾经的时光，父亲的种植园，我爸在这边死2年了。等一下啊，我要怎么看一下道具？有，制作一个销售的告示牌。哎，我已经在外面就捡了这么多东西了。点亮，好，非常好。莫名其妙捡了一堆相关道具。断开连结，断开锁链，断开一切的牵连，烧毁！哎呦，这有点可怕，我很怕哦，所以我先点个灯。拜托，先让，点，哦，好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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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u ya, jika tiba-tiba ada hantu muncul di belakangku. 哦，啊，怎么洗了？哥哥，丢弃。哎，干！你丢弃是直接往我脸上塞就不见这样子啊？再次，再次。哎，那个点不亮啊！操！哦，有哎，这是老爸的房间，对不对？这是我中学时期的照片。我很想念我父亲。我想看见他们的幽灵之声。Saya ingin bertemu dengan mereka, meskipun 喇untuk叭嘴，itu saya tidak akan takut. 我也不会怕，真的假的？不要来看一看漏尿了，复位。玩具，没什么屁用。不能关玻璃。什么叫不能关玻璃？50个结局，现在大家都在胡乱就对了。我可以在这边睡觉吗？恢复原状，睡觉。第二夜我就直接这样睡了。哦。Halo, Rika, saya baru sampai nih. Oh ya, baguslah. Jadi丽agenda卡。hari ini apa? Saya mau membereskan rumah agar 我刚刚bisa dihajar. 我回来什么事都没做就睡觉，这样没问题吗？Iya, kecuali kalau nanti ada yang menemani. Siapa?谁Jadi给你hari ini 作kita伴？mau ke bank desa nih ceritanya. 丽卡是不是？Maksudnya hantu. 丽卡是不是我老婆还是我女朋友这样子啊？Kamu kok gitu sih ngomongnya? Jangan不可以sombong无ya. 理哦，杰卡，你坏坏。Ya, saya enggak takut juga 反sih 正我也不怕幽灵，干你不怕我怕，不要这样子好不好？Ya sudah, Kak. 21个结局Saya 哦。harus cepat nih sebelum malam semakin larut. 第一天晚上开始，连续剩3天就可以达成一个结局，这样也行哦。好，没关系，我们再继续探索，我们可以慢慢来。新闻啊，这不能翻。目前是没看到什么鬼啊，感觉我需要大胆一点，鬼才会出现，比如说破坏之类的，是不是？这什么东西啊？代办事项一周，从储藏室里面拿出清洁道具，打扫屋子，尽量完成。好，储藏屋，妈的，太黑了吧！
啊，不是说没有电吗？为什么可以开灯？你是在骗谁？啊，foto kakak seperti menatap saya。姐姐，不要盯着我看，人家怕。姐姐在唱歌，为什么锁起来了？哎，我有钥匙不是吗？怎么使用钥匙？叫一下。Oh my gosh！ 浴室明明就有灯，冲澡。哎、欸。这家伙真的他妈超级不怕鬼的、欸！啊 ，mandi akan menyegarkan deh。敲一敲，敲一敲。Saya bisa menyimpan baju cucian di sini。哎，靠！你要谁的头发、啊？这一定是幽灵的头发。Apa yang mandi di sini setan? Rambutnya。难道这里有幽灵水洗过澡？看，真的超靠北的。把头发剪起来行不行？不行，没反应。左肩没有反应。复位。Sepertinya masih kuat untuk dipakai。敲一敲。啊，是要敲几次啊？我就觉得他想要塑造成恐怖气氛，然后没有给你jump scare那种感觉。哦，原来是魔法少女哆瑞咪啊！啊，你要不要 PD 卡、皮拉拉、波波利娜、贝贝鲁多之类的？哎、欸，我有斧头哎、欸，拿！妈的，砍鬼哦！搞不好那是我姐。皱巴巴的纸条，请确保手头有，可以将它逼退。不要闹！我在看东西，我在看东西，不要闹。看到底在玩什么？胡椒驱鬼有没有？那鬼冲出来就拿那个胡椒撒他。啊！烧毁，没电。哎呦哎、欸，死给！储藏室嘛，拿打扫用具打扫嘛。Biasanya muncul penampakan di cermin seperti ini。哦，居然用这种方式！嗨，你好，你好，你好。冲人小。Dulu saya sering masuk ke。干，我怎么不觉得恐怖，觉得很好笑啊？我们是不是挑错游戏玩的？结局之一，房子卖不出去，杰卡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因此最后决定索性的回这老房子住。只不过现在他并不孤身一人，他会一直陪伴在身边到永远。长时间盯着某事物会显得很不礼貌。哇，他这边还有其他结局的一些条件呢。无视诉求，如果他们现身了，你会怎么做？言语粗鲁，毫无根据地说三道四是无理的。发出邀请，不需要你的邀请。太吵了，真是无理。夜间喧哗，夜间洗澡，夜间洗澡也会招来不祥之物。无理盯视。欸，我们等一下来盯那一幅画看看好了。打破平静，不能如此傲慢，即使对看不见的人。夸张的判断，每个人应该有美好的事物，哪怕是一件衣服。打破防御，如果你把它用来防身的东西扔了，那就是你的损失。好，开始。有点奇妙了。Oh my gosh！ 哥哥，开个灯，不要闹。
清洁工具，丢弃，哎，丢弃，复位。dulu saya sering kami dulu menyimpan 人形玩偶，哎呀，可以这么恶心吗？把人形玩偶丢弃会怎样？这是母亲的，丢。saya dulu sering sekali minum dari sini。哎，干，怎么那么黑？哇，怎么可以这么黑啊？梳头。应该要梳头，我已经梳啦、啊，好梳好梳。贾、欸，贾克，这是父亲的，开始打扫了吧？我可以开始打扫了吧？就跟刚刚一样嘛。这个打扫工作是不是一定要做啊？绝对触发的是坏结局，第三页。为什么？Kak, ini semua makin aneh, Kak. Aneh bagaimana maksudnya? 哪里不对劲？房子里的灯竟然会自动亮起来。Kak, saya ingin pergi saja di sini. Tapi, 他姐姐的话出现了。Urusan kamu belum selesai di sana. Iya sih, benar. 所以说这些东西做完第三天才是正片，是不是？才真正开始。所以说，如果你要好结局，就是打扫，什么事都不做，打扫完，然后到第三天，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是不是？啊，姐姐，是不是这样子啊？姐姐，告诉我啊！开灯，看三小。刚刚有那个哭泣的声音。妈的，这些门还是打不开啊！为什么我墙壁变红色了、啊？完成屋子里所有的打扫。好，没问题。Saya bangga dengan apa yang saya tulis。这个我都有做了、啊。那姐姐哭了，可能你昨天不关灯。哎、嗯，干、欸！我回家了，姐姐，你想干什么？姐姐，不对劲哦，时钟坏了，我需要修一下。电灯不自觉闪烁，快点让我点一下。哎，这边还没打扫、哦，好不？推。逃离，还可以选择逃离结局哦。还是打不开这里。外面没什么东西啊。干老师一定要我走过去吗？算了，
妈的，跟你拼了！哦，对不起，我错了。开灯。姐姐，没事，姐姐。我可以来洗澡吗？干嘛不给洗？门开了，这是爸爸的房间。感觉他正在看着我。打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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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平气和的打扫，没事没事。吓到直接先打扫再说。床，我虽然很累，可是。Saya harus membereskan semuanya. Eh, ada di mana? 先看一下吧，太黑了。哎，门先关起来。有文件，看一下。爸爸重要文件不能看，他讲重要文件。抱枕。Akan lebih mirip pocong jika melompat-lompat. 嘎，在乱讲话啊！真的不要乱讲话，说真的。不能开啊！耶、yeah ！终于有声音了！亲爱的爸妈，你们好吗？我不好。为什么收音机放这个 BGM 那么恶心啊？糟了，全家白目一场。怎样？Saya ingin semuanya cepat usai. 单挑啊！服药过量，我刚喝了吃了什么鬼药啊？哇！团聚，他可以见到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嗑药，靠呗，白痴哦！玩到正刺激，你现在给我看这个，我不太想重来，你知道吗？有没有那种可以直接跳到第三夜晚之类的？神经哦，玩那么久。不是啊，我觉得我直接睡觉有没有睡把那些东西丢一丢，然后睡觉之后到第三晚我才出现，好不好？我不要打扫啊，浪费时间，累死人了。那妹子擦地板，这个显示往这边走。好，我要去睡觉了，明天再说。对，明天再说。来困。姐姐的血。Halo Pak, ini kan sudah tiga hari ya Pak. Apa rumahnya sudah siap? Ini ada calon pembeli yang ingin melihat rumah Bapak. 想现在来看房子。我都还没打扫哎。然后呢？因此，他整日躺在床上，并没有按照计划对房子进行大扫除。当然，这样一来也无法早日获得卖房资金，他只能在这里多待上一段时间。毕竟，世上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情。就这样子哦。所以说要打扫，才有办法到第四天，是不是 ？2000 years later， 演到哪里了？等到我们把环境打扫干净了，然后呢，希望可以这样子借由到第四天。如果再没有第四天，我就不玩了。你看他这个都不花掉，我到底有没有打扫干净啊？我真的是有点担心自己没扫干净。
躲到早上。哎、欸，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结局哦。还是说里面躲到早上会有鬼出现啊？那、啊、我不想要再重来了，你知道吗？作业感很重啊。对吗？他不让我出去嘛。好，我要开始激怒他儿子了。哼，jika memang ada hantu, pasti mainan ini bisa berputar sendiri. One， 好，再来是娃娃，他拿走了我的玩偶，真的吗？他因为孩子离去而发疯，选这个，选这个。mereka bisa menggantikan anaknya。哦，准备要消失了，又来了。第四天就是卖掉房子啊，真假的？那我有人说打扫干净有机会啊，有机会有接下来的剧情啊。之后再看一次。位置的结局不太清楚啊。没关系啊，再试一次嘛。他娃娃被带走嘛，对不对？然后，这后面没东西。然后等一下，那个窗户会突然啪一声这样子嘛。鬼在那边，有看到在那里，超级不明显。公山小，推，假卡，我都打扫得很干净了，这样子 OK 了吧？没有哪里是漏掉的哦。Sorry。Take 一下那个 touch 一下，那蜘蛛丝需要整理一下，没有。好，正常了。我先不躲到早上好了。我老爸老妈的床不能睡。我刚刚居然发现地上有一点点没打扫到，有没有成功？还是一样，他也尽量完成。我还是没有办法打扫得非常干净。老头假咖，有没有什么错过精彩的、哦？我是觉得没有啦，就重复性很高的东西啊。你看这娃娃长头发超屌的，我们就不丢弃，把它留着。好，这边应该扫过了。走，我先讲哦。如果等一下啊，
等一下又没有接续的发展了，我就不玩了，我要关台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我不想要再重来了，很累。我已经重来将近应该有四五次有了吧。Aku tidak percaya dengan hal yang seperti ini. 我刚怎么听到右边有声音啊？Orang-orang bilang kalau kita 坏了，无法打开它。躲柜子不然是不然一样的，什么意思？躲柜子，躲柜子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吗？还是说我们要去躲柜子啊？不要睡觉。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直接去睡，我们直接去睡原本的床，不是柜子的话，我是不是就一样的结局啊？还是说我们要躲柜子？好吧，躲柜子到早上。睡觉也有关卖房子。哎呦，我被挖出来是不是？锁住了。啊，没戏啊，没戏啊。晕了过去，直到次日再醒来，终于打开柜子，小心翼翼的四处观望，周围一切保持原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唯独一点，他看到玩偶，觉得那里不对劲。忽然一阵寒战来袭，干好无聊哦，这游戏